那师傅，请出示下驾驶证、行驶本，进行检查。干什么去啊？这是？啊，我们去急着抢救一个心脏病的突发患者。你看能不能让我们先走啊？要不然病人复发了。啊，我们有紧急任务，我检查一下。哦，看看情况再说啊。好。好吧，咱们快点吧。啊，行，没事，走吧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正当我们在收费站检查车辆时，彭国忠开来的车到了收费站，真是冤家路窄。他的车牌伪装的有些拙劣，被我们发现了破绽。快去救护车！喂，指挥中心，我是秦浩南，一辆嫌疑车驶出收费站，车号是泰迪38538，是辆救护车，前方赶快拦截。下车。是一枪，放一枪！人家，放着他！带着他！行啊，七号牛，真够牛啊！行啊，小子，立立功啊！哼，还立功呢，方局，您让他们别查我就行了。喂，什么？彭国忠也抓到了，好，太好了。哎，说一说，是谁抓到的？我给他记功。七号男。哦，我听着呢。嗯，公是公，过是过，该审的还得要审。七号男同志这次立了功，该表扬的就得表扬。老方啊，我查他也是为了他好。哎，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，对他有好处。关素山上哪去了？他怎么不跟我汇报？
就是公安局让我向你汇报的呀。我的意思是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应该亲自跟我说一声吧。焦副市长，你听我说。焦副市长，我们正带着犯罪嫌疑人往局里赶，你有什么指示？小关，这个，我想借这件事儿，大张旗鼓的宣传一下。咱们也该提高一下士气嘛。哎，你听到没有？我听见了。这样吧，尽快把研究结果告诉我。就这样。哎，他怎么说？他要借这个事儿开个会，提高一下士气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嗨，不管怎么说，抓捕了彭国忠，总算是了却了咱们的一块心病啊。哎，可以喘口气了。晚上我能睡个好觉。下午你别上班了，回家和嫂子还有孩子团聚一下。别提孩子了，跟我吵了一架，离家出走了，到现在是一点音讯也没有啊。多长时间了？两个多月了。两个多月了，一点消息也没有啊？你真行，你眼下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孩子。天哪，我还真没见过像你这么能吹的，就你那三脚猫功夫，还叫什么太极拳？我呀，还真丢不起这人。哎，好，我跟你说啊，我那是不敢出手，我都是悠着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越是像我这种武功高强的人，那一定是有很高的道德修养。如果说你一出手，哪怕是闭着眼睛，都可能是对方的要害。你稍微使点劲儿，啪，对手就出去了。你怎么办啊？你敢出手吗？不敢呀。好，您啊是那个境界的，我呢是这个境界的，我体会不到，饶了我吧啊。所以说什么是德艺双馨的人？我呀，你可真能说，我还真没见过像您这么能说的。您就饶了我吧啊，这位大叔。制动，当他攻击的时候，啪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看看，哎，把手拿开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出血了，不行，得去二楼去看看，去二楼处理是吧？啊？真的，大叔，脸红什么呀？真单纯，假单纯啊？不是你干嘛老叫我大叔啊？我有那么老吗？我你给我叫老了都。哎，生气啦？是男人吗？那么小气，还习武之人呢？谁给你当徒弟啊？你呀，孺子不可教也。你走吧，走吧。不行，我怎么能走呢？我没地儿去。再说了，你救了我，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哎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。哎，我告诉你啊。我当初救你真不是为了你，我习武之人，我救人很正常，我是为我自个儿，别多情。别生气，消消气儿啊。这样吧，你看咱俩签个合同，你别干涉我的人身自由，但是我可以无偿的为你义务劳动，别上去洗洗脸呢。好，妹妹，你的好心我心领了，真的。但是我好了，我马上就出院了。你哪好了呀？你看你头还包着呢，
水是刚裂的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我自己可以运功疗伤，就是丹田之气，咔就运功疗伤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男朋友住院费怎么回事啊？都拖了两天了，再不交就得出院了。来太平干什么来了？我来看看风水。看风水？太平的风水怎么样啊？南有山，北有水，透着一股龙脉。彭国忠，你给我老实点。看风水带毒品干什么？你邮寄过来那些相框里的纸板都是用毒品压制成的。小样，你手段挺高明啊。我告诉你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都这么清楚了，你还问我干什么？凭这一点，我就可以治你的重罪。冷静，别中招，抓住实质问他。不过呢，现在就取决于你的态度了。根据你的态度，我们可以酌情考虑。什么态度？态度就是你的表现。怎么表现？向我坦白从宽。你跟石一强什么关系啊？来太平到底干什么来了？那天救你的那伙人是什么人呢？还有，你先回答这些问题吧。你刚才问的我那些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真的。还演戏啊？我会让你知道的。认识我吗？怎么会不认识？能把我弄住的人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他。好，既然这样，咱就别绕弯子了。我很喜欢这个开场白。说吧，来太平干什么？跟谁接头？被谁劫走的？逃走以后住在什么地方？原本想去哪儿？怎么被抓到交警队的？又怎么从交警队逃出来？逃出去以后跟谁接的头？谁给你的救护车？被抓之前待在什么地方？连环射击，枪枪击中要害。我的枪法是不错，你又不是没有领教过。别跟我绕弯子了，说点实的，给点干货。我怎么听着你在跟我谈生意啊？
你要是这么想，我不反对。你拿什么资本跟我谈？当然是对你有好处。你总不该把我的 IQ 想得那么低吧？彭国忠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因为那颗炸弹，我的兄弟到现在还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，能不能活过来还不知道。我这人脾气不好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是不是石一强安排你逃走的？那颗炸弹是谁放的？秦警官，别太累了，咱们都清静清静吧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想说的一定会说，不想说的，无论你用什么办法，我都不会说。小玲，赶紧去看看，千万不能让他再给我惹麻烦。明白。接着说吧。我原以为他去交警队是拉我出来的，可我没想到他看到我之后就把我铐起来了。万军方局，刚才焦副市长来电话催问对齐浩南的处理问题，要咱们局尽快拿出一个处理意见来。案子还没有结束，他正在审理案件的重要疑犯，现在谈处理他的问题不合适。是是是，可是关局，这个事儿是焦副市长亲自定的，我跟他回话不太合适，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。啊，焦副市长，我是方天志。哦，老方啊。焦副市长，请示一下啊。您看关于齐浩南的问题，现在谈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？毕竟案子还没有结束嘛。齐浩南正在……哎呀，老方啊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哎，抓捕彭国忠这件事情，齐浩南同志确实立了功，值得表彰。哎，这样啊，你们可以研究一下，给他申报一个三等功嘛。哎，但是对调查人员态度蛮横，是绝不能容忍的。怎么，立了功就了不起了？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，凌驾于领导之上吗？老方啊，杀一杀他的嚣张气焰，让他冷静冷静，反省一下，对他有好处。哎，你们开个党委会，尽快拿出个处理意见。不，这样吧，你们什么时候开会通知我，我去列席一下。就这样。下面举手表决，同意给齐浩南停职检查处分的请举手。
只有四票，没过半数。方局啊，你也没举手，能不能说说你的想法？齐浩南这个人的身上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，可是这些个问题还不至于让他去接受停职检查这个处分。批评教育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？哎呀，齐浩南是老虎屁股摸过来呀，为什么会成这样？那就是我们管的，该处理的不处理，小毛病就会成大问题呀。关局啊，你为什么不表态？教务室长，你知道齐浩南对于第一速度来说意味着什么？那又怎么样呢？哎，离了他，是地球不转了，还是队伍会瘫痪？你说给我听听。怎么不吭气了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把你关素山撤了，他们该办案还是得办案，无组织无纪律，这样的人也能当队长？不信你看啊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第一速度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。狂妄骄傲，你当局长的还能不知道纪律的严重性吗？教务室长，我承认齐浩南工作中确实犯急躁的毛病，如果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，这也难免，毕竟战友躺在医院里醒不来，凶手又没有缉拿归案。你们还是要慎重考虑考虑，要不要重新表决一下？表决。按照会议程序，票数过半，表决通过。焦副市长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哼，我能有什么指示啊？这是你们市局内部的事儿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哎，如果讨论完了，那就散会。散会。关于抓捕彭国忠的发布会，你们打算对媒体怎么宣传呢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拿出个方案？教务室长，说句实话，我不赞成举办新闻发布会，理由上次我已经说过了。如果你一再坚持，我没有二话，一定服从。但是我仍保留我自己的不同意见。老方，你怎么看？我也觉得有些欠妥，毕竟彭国忠到现在他还没有吐口。你那个线索问题闹好了吗？我们还希望顺藤摸瓜，找到贩毒集团的幕后线索。这么多人，一拖再拖，连个口供都没有拿下来，哎，我都觉得脸红啊。行了，你们不愿意开，那就不开。哎，对了，关于给齐浩南同志请功的事儿，尽快给市里打个报告，我们尽快研究，不能耽搁啊。那就这样。
但是真要有那么一天，有人真的要打你的板子，我也不会让他轻易的把你打了。说什么？借我点钱。借钱？你上次欠我的钱还没还我呢，现在还有脸站着跟我借钱？是，是我不好。我求求你，算我求求你了，不行吗？我这次真的是有急用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我是你什么人？我是你老子还是你相好人？我凭什么把钱借给你呀？走走走。凭良心讲，你在我这儿也挣了不少钱了，要是想提成的话，你也应该还我一份。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花钱，你享受，我挣你钱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应当的。你傻吗？在这给我扯淡，滚！这钱我还不借了，不过快三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你怎么跟我说都行，你怎么跟警察说，可就由不得你了。你就等着吧。站住！有事儿。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要借钱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。钱还是这个，只能选一样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
你看你的德行，就像一条狗。你不是要告老井吗？好，我给你多打点，这样你精神会更好一些。多给他来点。好嘞，三哥。来吧，宝贝儿。喂，幺零吗？我请你配合我们的搜查，如果你再唆使他们抗法，面对你们的将是法律更严格的惩罚。还有，你的员工们都得接受检查。
七队，没有发现可疑线索。去地下室。你把门给我打开。我没钥匙。你少废话，把门打开。怎么了？你们想干什么？七队，门锁着呢，不给钥匙。把门撬开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动手！你有车。小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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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送医院。